我擺到他了，你擺到他了是吧？放心，原來你也派過狄仁杰。重量上去，可能有啲哦，可能有再碎，等等等等唔同嘅，但係咁唔同嘅推法啦，係啦，咁即係一個人推兩個人推，咁跟住之後突然間諗下，試下木線，試穩啲啫，啲人嘢又成點咧，嗰個改咗，但係都仲咁大誤差，好唔正常。 阿倫，試下講一重量，兩個人推落。3、2、1 ，action， boom！5、900 kg。呢實驗證明咗一點，就係黃樹心絕對冇可能有呢個速度。